会便便就能赚钱，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好事。近日，美国智能座厕公司 Tushy 在官网贴出征才公告，准备征求一位粪便事务副总裁。应征成功后，只要每天大便做记录，三个月后就能赚进将近$10,000，约台币28万元的薪水。时薪向下三角粪便事务副总裁要测试各款智能马桶，还要在首席博士 Mark Hyman 的指导下研究自己的排便习惯。应征成功后，每天大概要花30到60分钟来排便，并透过公司研发的社交平台记录排便时间。这个实验为期3个月。应征上的人还要测试及揭露有关肠道及臀部健康的种种江湖传闻。时薪向下三角 Tushy 指出，应征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具有年满21至121年的大便经验，拥有超强排便管理能力，还必须对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 Bristol Stool Scale 有一定程度的认知，比如可以从排便的形状、特征等来描述大概粪便腹泻和便秘等情况。粪便事务副总裁不需要去公司报到，可以远端作业。只要将 Tushy 公司的智能马桶安装在自家厕所，就能开工。应征成功后将获得$10,000的酬劳。不过这份工作的申请日期已经在11月10日截止。他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了 Tilda。